也来用这个标语来荣誉啊哈。来一定哦，啊，这是跟先搞下来，这个荣誉一个环节，还是这个大家把所有的咱今天的目标来哈，咱来先抗疫，先这荣誉。我们彰化市公所，我们林世贤林市长，谢谢市长，龙里长，华阳，张安妮邱毅，龙山里洪敏林洪里长，是啊，今啊白志芬就是50年，陈志芬60年，不简单哦，无论是半世纪也好，一假期也好，这拢是代表。啊，一个真温爱、幸福的家庭，所以伫遮啊，恁表示祝福以外，啊，要啊，呼吁咱台湾的离婚率已经成做亚洲第一名、亚洲第一名。来教育咱的囡仔时势，咱的时代爱珍惜、珍惜。因一道的九月中央，八月中秋了过了后，咱就来比较。阮24岁的代表。在阮陈文彬啊主席带领之下，绝对来恁讲一声祝福，恭喜恁会当牵手过60年。少年来行事哦，我甲大家报告一个足重要哦，会顺利哦。即摆才拢结婚两对，离婚一对，所以大家讲甲恁的这个事迹，吼，更较侪少年人吼，伊嘛来甲咱大家做核心吼。最后爱记哦，身体要顾好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结婚的迄个时阵，嘛是咱的整个台湾经济唔是足好的时阵，啊，大家会当吼啊牵手啊，行过60年、70年，确实真正无简单，啊，会当讲啊这个教育之路吼啊足成功的，所以在此吼祝贺咱所有啊在座接受表扬的爸爸妈妈。白金婚、甲钻石婚啊，就是结婚60周年、甲50周年吼。啊，阿公阿婆会当做伙啊，超过啊半世纪啊，一家子实在无简单啦吼。咱夫妻遐相处啊，就是爱互相体谅、互相照顾啊，亲像啊对朋友安尼爱有义气吼。阿公阿婆做伙，毋是干呐讲啊，用个恩爱尔，上重要人就是爱有一个义气，义气就是讲。啊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吼，啊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典范啦吼。要结婚50年、60年，啊，是非常好的典范。啊，即卖囡仔少年的吼，啊，咧卡袂着的冤家离婚，啊，这是这个夫妻相处之道。那么，即用这种的表扬的这个礼仪啊吼，啊，来互咱啊少年朋友。咱新在青年朋友一个模范啊，一个示范吼啊，再次一只恭祝咱彰化市咱所有在士大人，大家拢会当婚姻美满，大家过着啊健康快乐的这个老人的生活。啊，龙小姐哦，对，龙笑一个，哎，请看这里，嘿，妈妈笑一点，对，小朋友看我，妹妹。来看前面，对，笑一点哈。来，都靠家哈，都笑一个哦，对，笑一个，你的爱心，爱心，靠家，耶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恭喜恭喜。哎，都站起来哦，看这里，再一次，小 baby， 让他转过来。好，来看我，对，嘿，你的爱心，开心，耶。OK， 好。欢迎挂的万寿礼，万寿礼17呢，咱的许阿莲、许阳伟抗礼，三小一起邀请挂的万寿礼，托阿莲、托阳如礼。可以哦。阿妈，托我这台，托家哈。好，我们秀勇哦，我是来。看我这一台，笑一个，好，比个爱心。来，比个爱心。爱心。OK， 好，太甜了，挺胸，对，来夸张，笑笑，阿妈明天啊，就是我，对，笑一个，好厉害哦，嘿，比起来爱心，耶、yeah ，看我这里这里，看我阿妈，哦，可以，好，后面三位美女，好，摆宽一点点，可以，好。
来，老公在这里，老公你看你是吧？哎，老公在这里哈，对对对。